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，大家想吃的月饼糖果免费提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草莓冰淇淋月饼，冰皮月饼呀，鲜肉的也不错。蛋黄月饼，五元月饼，五元。嘟嘟，你觉得呢？大吉不要，大吉想吃草莓的。没长大的小女孩才喜欢草莓，冰皮才是大人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冰皮的好吃。明明草莓最好吃。那鲜肉的也不错。蛋黄的好吃。你直接吃蛋黄，先吃蛋黄就好了。就好了。嘟嘟，中秋佳节到了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月饼。小强，你对我真好。那个，我们还是先赏月吧。怎么样才能委婉地告诉小乔，我根本不爱吃五仁月饼啊？